大家有睇隐形战队啊？迎风呢个人咧，成日都误会我，以为我系咸猪手啊、咸虫咁样，所以咧佢系得到一啲嘅教训嘅。你睇下，猪蹄。哇，阴功喎！其实就系咁嘅，因为而家我哋就拍紧短命提示。一、二、三，切！哇，你的手肿晒，发生咩事啊？冇啊，佢都食丝滑冰啫嘛。嚟，阴功啊！同我对打，今日系我哋夺命提示，我哋两个嘅出场，就打啦。我哋唯一一个对打戏。冇错，今次就打到咁啊！就打到咁啊！净系仲有呢只噶。呢、這個輕啲，因為我有落咗 pad 嘅，但係頭先嗰個剁佢冇得避啊，陰功就搞成咁啦。係啦，咁但係咧奪命提示就拍成咁咯，但係我想講隱形戰隊，我哋大家亦都有咁多傷痕嘅氣氛咯。好啦，咁你哋記得繼續支持我哋隱形戰隊之餘，都要支持我哋而家有份拍攝嘅奪命提示。咁嘅啦，就係我哋隱形戰隊首播收視最高嘅成23.4咁多喎，真係可喜可賀啊！嗱，嚟緊嘅劇情將會更加緊湊、更加刺激啊！你話啊，姐姐，簡直峰迴路轉添啊！所以大家一定要支持我哋隱形戰隊。Hello， 我知道隱形戰隊嘅首週收視咧有23.4啊，多謝大家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。Thank you。 我和蛋蛋都收到个好好的消息，多谢大家的支持，记住继续收看啦。